市民好快有机会搭新船啦。政府早前宣布推出船只资助计划，全数资助更换10条离岛渡轮航线的船。计划第一阶段首3艘新船已经到步，只要见到政府资助计划这个标志，就不会认错了。越来越多市民中意带宠物出行，其中呢艘有500个座位新渡轮的新明珠二号，特别划设宠物区，设有独立排气系统，可以保持船舱空气清新。机不离手的市民上船之后，亦都唔使担心电量唔够，因为部分座位设有手机充电装置。而为咗顾及妈妈喂哺母乳嘅需要，船入面亦都有哺乳区。无障碍洗手间当然亦都唔少得啦。另一道步嘅新船系港九小轮嘅港九一号，船舱入面除咗行李架、哺乳区同埋宠物区，船尾亦都有单车架，照顾唔同乘客嘅需要。新船无论喺设计同埋建造嘅过程、用料同埋配备方面咧，都采用咗崭新嘅技术，令到新船可以更加经久耐用。新船嘅设计更加符合环保嘅原则，采用铝合金或者碳纤维呢啲轻质嘅物料建造，尽量减轻船身嘅重量。亦都使用符合國際海事組織最高的第3級別的標準的環保引擎，減低碳氧化物的排放。計劃第一階段6條航線共22艘新船陸續抵港，其中3艘已經到步的新船，今年3月起會陸續在中環往來長洲、中環往來梅窩和中環往來坪洲的航線服務。